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的后面啊，下面一段呢，他曾经说，他如我今者啊，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，那个诸佛就是阿弥陀佛啊，别诸佛等一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，那个别诸佛等呢，也就是阿弥陀佛。释迦牟尼佛称赞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也称赞释迦牟尼佛啊，不但阿弥陀佛称赞释迦牟尼佛，十方三世诸佛互相赞叹啊，都赞叹释迦牟尼佛啊，释迦牟尼佛同样的称赞阿弥陀佛，也称赞十方一切诸佛啊，但是这个诸佛名啊，主要是指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法界藏身啊，这个名号是一切佛的名号，这个意思我们一定要懂啊，坚定的信愿从这个地方生的。闻经受持啊，听到这个阿弥陀经啊，你能够接受，你能够保持而不失掉，念兹在兹啊。好处是什么呢？为诸佛之所护念啊，这个诸佛第一个就是阿弥陀佛护念啊，第二呢，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都护念你，念一个名号啊，所有一切佛都念到了，一个都不漏啊。啊，你念其他的名号里头不能这样子圆满的包括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，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，那里面的一切众生善根福德因缘具足的，没有一个不念阿弥陀佛。你看华藏世界，普贤菩萨、文殊菩萨，啊，教化41位法身大士，啊，这41位呀是41个阶级，把华藏世界所有的菩萨，通通都包括了，一个都不漏啊。啊，华藏世界地位最低的是初住菩萨，啊，这是圆教大乘圆教，啊，初住菩萨最高的等觉菩萨。啊，劝导这些人呢，都念阿弥陀佛，求生极乐净土。你说这个真正不可思议啊！我们看到这么一个境界了，才恍然大悟。原来这是佛法最后的一招啊，是这么一回事情啊，这真正搞清楚啊，搞明白了啊，怎么能不死心归净土呢？可是因缘不足的没有遇到这个法门啊，没有遇到这些善知识啊详细介绍，我们还有怀疑，还有犹豫啊，还不愿意相信，不愿意接受啊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经上讲的善根福德因缘少啊，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，生西方极乐世界要善根以福德因缘特别深厚 啊，那么我们知不知道自己善根福德因缘深厚呢？不知道啊，啊，虽然现前不知道，慢慢的就知道了啊，
这慢慢怎么知道呢？哎，我对这个产生信心了，我很愿意去了，哦，这才晓得自己善根深厚，原来不少啊。啊，不少，为什么接触的时候有那么困难呢？啊，那这是我们无量劫中啊被烦恼习气障碍盖覆住了。业由善知识的引导，我们很快啊这个障碍就排除掉了，我们的信心愿心就升起来。那么这是属于因缘啊，正是经上所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你的善根福德很厚，没有因缘来引导你，来启发你，你虽有很深的善根福德也不能现前啊。为什么呢？你被这个世俗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障碍住了，你迷在这个里头啊。所以真善知识这一点醒你，恍然大悟啊，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啊，这一生决定得生啊，决定可以亲近阿弥陀佛，不思议。那所以一切诸佛了都护念你啊，这个护念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关怀呀 啊护佑保佑的意思啊，保佑你关怀你呀 啊那利益呢，戒得不退大菩提哦，这个利益就大了啊，都能得到啊不退无上菩提心的啊。无上菩提心就是我们这些年来啊所标榜的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这是我们自己的真心，是我们自己的佛性，我们本有的。